的这位同秀，这位家人，大家下午好，很荣幸能继续和大家分享小故事。3月12号我们举办莲花超度法会，13号呢老宋休息了一天，今天14号我们16号在吉林敦化要举办莲花超度法会。这个月的20号在山西太原为香港举办莲花超度，22号在哈尔滨为台湾举办莲花超度，26号在辽宁举办，28号在广西为北京举办莲花超度。不出意外的话，我们本月还有5次，也有可能有6次说不来，是否会有其他同修呢？已经筹备完毕。阳历的4月份，我们会举办万字佛光普渡，它的超度面更广，超度能力更强，首先针对的是西藏、青海、内蒙、新疆这4个地方之后呢，可能还有山西。5月、6月也有2次了，这是已知的。可能还有很多同修在筹备，我还没有具体定时间，在这边做个预告期待大家呢积极的参与，积极的呢给自己筹划一下时间，看能不能现场参与最好不过了。那是一次洗礼，绝对是你意想不到的。我们今年阳历3月份可能会举办10来次，期待我们每一个月呢都有10次。大家不用替老宋担心怕累到我，没关系，苦一点累一点老宋也开心，这是做功德的大好机会。再苦我们没有那些众生苦，再苦没有那些堕胎苦，太多的灵性，他们没有吃没有喝没有穿没有住的地儿，甚至呢浑身伤痕累累，痛苦不堪，有的是烧死的，死后没地儿去，还一直呢饱受煎熬，有的呢是冻死的淹死的，他们呢依然呢被冻得瑟瑟发抖，有的是饿死的，他们依然在饥肠辘辘。不是每一位灵性他都能遇到莲超，也不是每位灵性呢都能去寺院接受超度，于是他们在各处寻找他们的有缘人。有的同修路过坟地，有的同修路过枯井，有的同修路过万人坑，有的同修呢在一些野地路边就招感了一些灵性，他们严格来说还算不得了附体，他和你们呢未必有直接前世的因果，只是今生有那么点缘，在那个时空点呢碰上了，于是乎就跟你回家了。让你感冒发烧难受，有的呢
至是胡言乱语，这个在民间称为撞客。这个客呀，啊，是文雅点的说法，其实就是撞鬼了。这种事情很常见，尤其是在农村啊，当然城市里边也有，只不过呢，农村的老人有经验，他懂，知道是撞上什么了。而在城市呢，这些现象往往会被认为呢是生病，去输液，去打针，去吃药。输液打针吃药未必能好，而在这个农村呢，有些方法就是立竿见影，非常见效。今天呢，不妨给大家介绍一下民间方法。这个方法呢，大家都可以用，不需要是法师。最主要是针对撞客，和你没啥因果，就是你路过那个地儿，人家想找你要点东西，要点钱，要点物，啊，来点饱饭，如此而已。啊，真正的附体啊、邪法呀、啊，通过这些东西呢，是送不走的。什么方法呢？立筷子。这些事儿呢，你别去看网上所谓的科普，那些科普呢不靠谱。他那种科普往往是一种碰撞，而咱们说这个呢，它确实能起效，那是立竿见影的。比如说有人撞客了，胡言乱语，发烧头疼啊等等症状，我们不妨尝试一下，先判断一下是不是遇上鬼了啊，是不是遇上灵性干扰了。立筷子的民间有很多种方法，习俗不一样，有的呢是三字筷子，很多地方都是三字，这也是最容易被所谓的科学所破解的，因为三字容易立。有的地方呢就是一字筷子，这个很难破解，也就是说基本不大可能。有点意思啊，那我们就来试一试啊，大家可以把这些方法呢都用一用。在民间有的地儿呢是这样子的，用三根筷子，三根筷子容易一点，然后呢再拿一个碗，碗呢底下倒上三分之一左右的水，水不多，然后在这个筷子呢上呢蘸点水，这三个筷子呢容易粘到一块，之后拿这个筷子呢在这个病人身上啊，左旋三圈，右旋三圈，之后呢再把筷子的底部呢一侧啊放入碗中，然后呢右手呢轻轻把筷子来搭起啊，接近于呢直立，这个时候呢他就会喊名字，比如说爷爷叫张三，奶奶叫李四，他先喊祖先的名字看看是不是，如果是呢就立了，如果不是呢就按就是喊一下呢村里边最近死亡人的名单，或者呢是在他今天或者昨天经过的地儿啊，那些坟地那些名字上去喊，喊
对呢，它就立起来了。这个方法有个局限，如果你不知道人家的名儿，你不懂啊，喊什么他就不立。死亡那么多人，我们怎么能猜到呢？对不对？很难。于是大家都会采用一些含糊的啊，比如说呢，有些地方就会这样念叨，说呢，拦了你的马路，撞了你的桥头，不管你是撞死的、吊死的、溺死的、烧死的啊，总之呢，你把那些死亡的方式来给他一一列出来。接着呢，就说无意冲撞，我不是故意的啊，不要见怪。既然你找到谁谁谁，这个谁谁谁呢，就是说咱们所说的病人，就献给你一点水饭，你放过谁谁谁吧。这个时候呢，如果有灵性，你把右手放开，这个筷子就立起来了。如果人家要的不是饭，人家是要钱，这个就可能不立啊，当然也有可能立哈。如果他没有立起来，也不代表就是说啊没有，你要再立一下看看呢，是不是要钱。这个钱呢各地不同啊，但是一般建议是用元宝啊，比较正式一点。如果立了，好了，证明就是遇到这些灵界的朋友了。绝大部分通过钱可以解决问题。如果不立，这就可能不是啊，就不用这个方法了。知道他是灵界的朋友啦，是鬼，我们怎么办？他究竟是淹死的还是烧死的呢？你可以根据对方病人的症状来判断，浑身发烫可能就是烧死的，浑身发冷就是溺死的、冻死的，对不对？很饿可能就是饿死的，身哪个位置疼，比如说他的胃疼，就可能前生的死于胃病。这些呢，你还可以再立一次筷子啊。如果你要是淹死的啊，你放了右手，它一下就立起来了啊。如果是对的话，如果不是，它就倒。当然这些事情呢，我觉得吧，就是多此一举了，没必要。你确定它是这些灵性，我们直接解决就完了，对不对？如果是要饭的，我们准备点米呀、面呀，然后准备点水呀，对不对？拿个筷子啊，啊，在这个立起来的筷子旁边转一圈，对不对？然后告知，走啊，我带你一起去外边吃饭。如果这个时候玩这个筷子倒了，证明人家愿意跟你走啊，这个饭就够。如果还不倒呢，你说再给你补点元宝，100、200，对不对？如果他同意条件了，这个筷子就倒了。怎么着呢？你就拿着饭到十字路口，把碗放到那个地方，在那儿呢烧点元宝，
啊，这个病人马上就好，症状缓解的极快。当然了，也有那种难缠的，给饭也不行，给钱也不行，这个时候呢可能就得来点硬的啊。但是老树呢不建议做这种事情啊，结恶缘啊。咱们学佛人呢可以考虑说，我给你念多少部心经行不行？比如说49部、108部，对不对？这样最好。当然今天作为一个故事的介绍，不妨给大家说一说啊，有的特别难缠，民间采取的办法就是拿刀，拿一把乱啊菜刀，四周呢乱挥啊，大吼，再不走再不走刀砍你，这个时候一般筷子就倒了。哎，但是遇到更难缠的，人家不怕，这个时候呢啊，民间的方法就是拿这个筷啊，拿这个刀直接砍向筷子啊。但是我们学佛修行人不建议用这种以暴制暴的方式啊，大家可以用经文来化解。筷子倒了以后，你要看这个筷子所倒的方向。如果呢这个筷子倒在你家的一个门口的方向，哎，说明呢真走了。如果不是门的方向，这个说明呢人家根本不惧你这一招啊，你就得好好商议啊，再给人家多点条件，放生回向啊，或者多烧点元宝啊，啊等一等啊，就这些。总之呢，以和为贵。民间这些小方法大家以为是迷信意识啊，老宋不怎么认为。黑猫白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，在互相利益的情况下，不违法不犯罪不昧因果，我们尝试一下，帮助了自己，帮助了家人，帮助了病人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对不对啊？这些都是民间小术，老树呢也不藏着掖着啊。既然不是法师也可以用，老树呢不妨分享给大家。修行的学佛人呢，你也别说老树搞邪门外道，传承了很长时间的东西，就像中医啊西医一样，各有疗效，它无非是一个治病方法罢了，也不要故意去排斥，对不对啊。另外呢给大家说个注意事项，就是这个筷子如果立不起来啊，这个方法就无效。另外呢，如果是你送这个水啊饭啊这些东西啊，一定要将饭倒掉。怎么倒呢？哎，就是出门以后呢往这个十字路口这个地方走啊，有的地方没有十字路口，就是两个路的交叉处，丁字路口也行。到了那个地方呢，从肩方，哎，用手呢，往肩，从肩的位置往身后往外倒啊，拿个碗直接倒出去，记得不能往后啊，不能回头看，倒完就走。这个筷子和碗你想带回家也行啊，不带回家也可以，你自己选择，你自己决定。啊，这是民间的小术。他们不念佛啊，只能通过这个方式来做。
你也可以通过念佛、念法、念僧、持咒、诵经来做。如果你这个念经功德大，可能一句阿弥陀佛就解决问题。如果你的功德力差一点，可能就需要念很长时间。啊，没有这个少元宝和道饭，你敢建议？立筷子这个东西啊，一个地方一个方法，一个老师呢可能传授一种方法，但是呢万变不离其宗，能解决问题就是好方法。这种方法大家平时呢有时候可以救急，可以帮自己，也可以去帮他们啊。帮别人的时候呢，自己要带个楞严咒啊，带个护身符啊，免得呢影响到自己。有些灵性啊就像人一样，他也有不讲理的人，灵性也如此。这些都是小数，不是大道，所以呢我们也不能执着哦，我们这个会了这个东西啊有多大能耐啊就洋洋得意的，不是的。我们根本的目的还是要了生脱死，追求解脱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呢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，祝大家呢家庭幸福，修行精进。另外呢，如果大家在故事当中得到了启发，那请您呢多多转发，发布时功德无量，感恩感谢阿弥陀佛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也将此讲小故事的功德回向给诸位善知识，回向给所有听小故事、转发小故事、随喜小故事的师兄朋友及一切众生，愿大家家庭幸福人人呢开心，早日证悟成佛，人人回归极乐佛国。阿弥陀佛。